我是一名大哥，手下管了几十个小群，很多人眼红我。今天又有人到我的厂子来闹事。来了，大哥，叫我。我以前对你说过很多次吧，妈说话的放屁啊！我跟你说过，以后你不准再踏着我的地盘。嘉哥，生活所迫，分割我的区域，让我生存不下去。少废话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给你多少就是多少，还想跟我讨价还价，马上给老子滚！我滚可以，但今天这笔货我必须拿走。江湖规矩，被我发现了，你还想带走吗？今天这批瓶子啊，还有纸板，你一个都别想带走。算你狠。等一下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？交出来，放开。这烟头也在我小区捡的，这是在我小区捡的。少废话，被我看到了就是我的。滚！做大哥就要有大哥的样子和危险，不然你管得了谁？微博微信关注杂谈馆，每天给大家推送一篇搞笑的视频段子，谢谢大家。